像可能你刚才我们一起坐车来的，是你会注意到我整个车程就是上面电话，那个电话打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那其实我对，因为现在就是盲人朋友们也能够就是跟大家一样的，就是上网啊 ，SMS 啊，对啊 ，Facebook 啦、啊，谷歌啊，什么都有。所以那我平时就是冲淡我的时间，就是用这些方法啦，就是上网跟朋友聊天啊，还是跟歌迷朋友们聊天这样。那所以很多时候也会透过上网跟你的这个歌迷朋友保持联系，对不对？是，今天也有你的歌迷会的成员来到现场哦，他们要送礼物给你，我们掌声欢迎。谢谢。来，自己我的成年生活，好，谢谢你们这位的支持啊。好，签完名之后，请从你们的右手边下去啊，谢谢。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歌迷有青少年，有小朋友。甚至有长辈朋友都有啊，所以五年的歌迷群是非常广的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陈伟莲走唱专辑，在我们签唱会的现场，每张35 Ringgit。购买韦年的首唱专辑，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 bonus。第一名你享有特价啊，第二名你获得韦年的亲笔签名，这都是非常难得的啊。我们特别谢谢的三名观众朋友。和我们一起来配合这一次陈伟莲首创专辑签唱会。我们现在先让伟莲先为每位买专辑的朋友签名啊，拍照的等一下我们再来好不好？好，拍照过后啊，这样比较快。先买专辑的我们先签名，这样一次过做完啊。这是为阿嬷，哇，阿嬷支持你有没有？哇，谢谢阿嬷支持，谢谢。对伟莲说，也可以赶快讲一下啊，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？给伟莲一些加油打气好吗？